每一枚雪花都包含了独一无二的细节。当冬天如期而至，风会把中国最好的雪带到吉林。只有当你跟随冰雪，真正融入这里的冬天，你才能看见它的另一种形象。那是它的颜色、味道、性格，你也能感受到它的另一种温度。那是它的火热、细腻、赤诚，你将与它相见，在林海、雪原和涌动的温泉，激情燃烧，冷暖交融。你将与它相见，在收获、造香和节日的欢歌，乡情绵长，光阴静好，温暖、平凡、生命与爱，所有因冰雪而孕育的幸福，仍然值得被欢欣庆祝。冰和雪是维持我们血液流动的韵律，我们在风雪中创造幸福的生活，也将把这样的幸福告诉每一个人。这是一场关于冬天的约会，也将是一段让你重新认识冰雪的旅程。至于自然与时间，人人皆为过客，唯有这一片吉祥之地，新的家园永存天地之间。北国风光，吉人吉祥，吉林。